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没有错，老爹又买了5000球券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来，那么现在老爹把老爹的这个角色哦，不是这个，老爹的球员在哪里啊？球队先到章，想要击败我的话，他的天赋哦，果冻上来给填满了，我需要10个特训卡，再10个，总共要20张特训卡，那么我们就去买了。天赋商店，10个3000哎，好，10个，解锁我们的果冻上篮。现在中的果冻上篮过程中，可以点击拉杆上篮啊，很帅哎。真的很帅欸，好，我接锁，继续解锁，再解，我解不完，然后这边还要10张，我们再买。这边可以买7张，这边可以买3张，刚刚好，3张，7张，没问题啊，刚好解锁我们的弹跳果冻，弹跳果冻，现在张在非二次运球的状态下，快速的向前跳步，从更远的地方使用果冻上篮，解锁，没问题啊，我解啊，还要4张，负角度果冻是什么蛙哥啊？二哥观众再等老爹一下下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老爹又买了5000球券，来，解锁，老爹就是这么狂啊！负角度果冻也解了，不管了，然后。潜能获取，来抽一下好了。来，这个潜能获取要抽什么啊？好，我再抽，反正我现在很多啊，很多球券啊，继续抽。抽不完啊，我再来，还有没有？抽到空位射手了，各位观众啊！哎呀，空位射手，升级。
可以花1000钻解锁哎。好了，我们先空位射手就好。那么现在，老店战力大幅提升之后，我们打个人排位赛啦。加入排位赛啊！我的超级无敌果冻上篮啊！如果想要击败我的话，还要拼不要跟我抢文道章啊！文道章是我的。哎呀，我好期待啊，各位观众啊，哥你的期待啊，弟，我觉得我的仙道章越来越强啦。好，还有6秒钟，5秒钟，这个等待进入怎么那么久啊？各位观众，准备看老爹大杀特杀啦，没毛病。来，加油啊！樱木，把球给我。我有超级无敌果冻上篮，好，看我一个幻影突破，靠腰靠腰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救命啊！我没中啊，拍谁啊，队友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好，没问题，还好队友很给力啊。我抢篮板，哎呀呀，没抢到啊，又被禁了。没毛病，各位观众，漂亮的上篮。篮板球，樱木干得好。传球，传球啊！再一个果冻上篮，有没有看到啊？不枉我刚刚升这么多级啊。好，没关系。漂亮的果冻上篮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好帅啊，真的帅啊。多传球，好啦，拍谁啦？篮板球是我的。好，他要我多传球，我就多传球啊。因为刚学到新技能，很开心啊！没问题，老爹开了一个灌篮，开了一个篮板，那个盖的篮板，盖了一个火锅，可是没抢到篮板。我传球了，哎，我传球了，你干嘛？好，好险进啊！我操你！哎呀，又被投进啊！你不走着瞧。换手上篮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好帅气啊！这场球赛还有进的啦！
比赛就该比赛就该这样，转身灌篮。好，我们现在平分了。我们会赢的。靠压三分球。哎呀，木木啊，这个木木好烦啊。哇，这个果冻上篮真的是百发百中哎，好强悍啊。盖大火锅。哎呀。靠腰，哎呀呀，拍谁拍谁，还我球啊！看，好，好险，好险！哎，传的好啊，没问题。篮板球，篮板都对面的。对面的木木很准呐、啊！传球，传球啊！传呐、啊！你樱木投什么三分啊？你樱木花道投什么三分啊？还是交给我比较稳一点呐、啊！我的这个上篮百发百中，你没看到吗？一直叫我传球啊！我的梦想。谁也夺不这个木木真的很狂啊！给我啦，我真的都会进啊！稳下来，再进一球，不可能啊！靠腰，才刚讲完，才刚讲完被盖火锅，哎呀呀！传球，传球啊！这个樱木会一直说传球啊，这个樱木啊，然后他拿去投三分球啊！你樱木花道为什么要投三分球啊？救命啊！我是天才。我召唤胜利的男子吧，给你球可以啊，你樱木不要投三分球啊，来传给我，哎，不是啊，这个大猩猩也太强了吧，要小心这个大猩猩啊，传球，传球啊，好，进啊，进啊，没问题，漂亮，我们的木木真的很不错啊，我们的樱木不知道在干嘛、啊，樱木投三分啊，靠腰！我不要给樱木啊，我要给木木啊！哎呀呀，输掉了！好了，各位观众啊，坦白讲啊，这个应该是老爹的问题啊，自干太多了。好，没关系，老爹会继续磨练老爹的技术。那么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！我是超杰王啊！超杰王啊！你看啊，这个樱木评分 6.1 分啊，我不给你赞啊！哦，大家拜拜。